外国大男生精准跳跃香港大楼第一人称视角看到闪耀。跑酷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运动，不少年轻人纷纷加入跑酷团体，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活力。YouTube 频道 Storer Blog 是由一群热爱跑酷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团体，他们常常上传自己挑战各个城市的跑酷影片。最近分享的一段挑战香港公寓屋顶的影片吸引了120万网友观看，第一视角更是超级刺激。影片最开始，一位像是大楼管理员的男子出来制止，随后队员们开始了逃亡路线。他们在屋顶间跳跃奔跑，甚至从楼顶看向地面的车辆，丝毫没有紧张和恐惧。伴随主流动的步伐，他们顺利地跨过一个个障碍，轻松跳跃楼宇之间的间隔。这样的高度让人紧张到闭眼睛。看完这场惊险刺激的跑酷挑战，你有没有被吸引？虽然一路从高楼逃走很酷，但也要事先征得大楼管理人员的同意，不要侵犯别人的隐私才好。这样的跑酷运动你想要参加吗？